就是加69。这个夹子是给我们去夹肉的。我们现在就赶快出发。第一个一定要先试试看他们的羊肉。现在再加一点葱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加那么多葱吗？不知道。无聊。蒜泥是一定要。来试试看他们这边的招牌猪肉酱。它的猪五花看起来超肥。猪肉搭配洋葱，有一点减肥效果。我们刚装了超多好料，先来试试看他们那边的炸物。145个。我觉得吃起来跟麦当劳蛮像的。地瓜球。它鸭血算是卤的蛮入味的，有点麻麻辣辣的。现在吃这个牛角肉饭，这个卤汁调味蛮重咸的，牛味很浓，很下饭，很下饭。嗯，我刚是高手酱去炒这个猪五花的，搭配上大量的洋葱，它提升整个猪肉的甜味。豆芽菜的水分保持得很好，吃起来脆脆水水的。我刚加了一小匙辣椒进去，我觉得跟大埔的小辣吃起来超像，将来这边就可以吃一大碗大埔菜，划算哦。它的豆芽菜真的好脆。再来是那个刺肉酱炒羊肉，到新疆就是要吃羊。我刚刚这一碗
饭的调味蛮简单的，更能吃出它羊肉的鲜美，吃起来不会塞，而且很香。最简单的调配，最鲜的美味。那我们再去装第二轮。这一轮由我专业炒手帮泡芙调配一些秘制好料，先来点鸡肉。你这个打算做什么？鸡腻配炒，谢谢。番茄鸡。番茄鸡肉，它这边最配鸡肉的就是番茄，一定要加一个番茄，柠檬汁，酸酸甜甜的鸡肉，爆炒三杯就爆了，一定要加这个，这三碗超好吃。这个没有什么的，那你知道有一天羊肉很厉害，只有小片的鸡皮，为什么？我刚刚去逛的时候发现他们大户又新推出了一个，这个看起来像咸蛋黄，超 Q 超好吃。我喝这个是气泡水加苹果汁，超赞。
这个番茄味很浓哎、欸，又吃起来很软嫩，搭配上有点脆脆的豆芽菜，双重的口感。它番茄的酸甜味紧紧包覆的鸡肉。不愧是餐饮系毕业的。对啊。看来是不是他们那个排骨酥，听说是招牌哦。里面的肉质粉嫩粉嫩的。很补淡淡的中药味，还有甜味。你要乌醋炒面，我靠！何？客家小炒，豆干的口感是属于那种比较 Q 弹的，跟一般客家小炒那种硬硬的豆干不太一样。我家的木耳、红萝卜、洋葱、豆腐，不同的条状。
加入会员的话就有15元的现金券，有要吗？好啊，好。